大家好，这里是华府论坛，我是杰森泰格，非常感谢各位网友观看我的影片，最重要的是对我不吝提出指正。我上一次几天前上个礼拜六做的那个影片里面讲到英文 quarantine 不是 quarantine， 我为这几年读书不求甚解，一直误以为那个字练碳而不是练铁，对此为大家提出道歉，郑重的跟大家说声对不起。那经过网友的指正以后，然后我查证了以后，确实那个字应该练 quarantine 而不是练 quarantine，这个是 quarantine 而不是 quarantine， quarantine quarantine quarantine， 特别在这里跟大家提出指正。那对不起，非常抱歉，我自己跟 quarantine 这个字搞混了。那 quarantine 大家都很熟， quarantine 就是奇人节，西洋情人节就是2月14号，那个送女朋友老婆巧克力鲜花的节日。那我一直以为 TINE 这个应该要练 TINE 而不是练 TIN， 结果就把 QUARANTINE 练成了 QUARANTINE，在这里跟大家郑重的提出道歉，也郑重的提出更正，跟大家更正，是 quarantine， self quarantine， self quarantine at home， 这个在这里跟大家郑重的提出道歉，而且提出更正，那千万不要再跟 quarantine这个字搞混了。 Quarantine 是情人节， Quarantine 是隔离检疫， Quarantine 在这里跟大家郑重的提出道歉跟更正，谢谢大家， OK， 拜拜。